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ity Story 的班主。我们今天到的是云林的云东街，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吃这边的元糕丸，一串45块，刚刚买了一串，超可爱的，上面都有就是猴子的脸谱那样，而且还有分男生、女生、男生这样子去穿插。他们家店家也是设计的非常可爱哦。然后你看这边有可爱的小的窗子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座位，然后还有提供就是那个让大家来看，超可爱的。对，然后他说像这个棒子很可爱，他下面还有设计一个猴子的造型，可以带回家吃。其实今天是为了那个成品而来啊，不过成品还没开店，我们等一下再去成品。然后下面这边就市场，然后市场真的人很多啊，吃了一口还不错。这边就是知名的凹凸咖啡，凹凸咖啡很妙，就是它旁边有彩绘，你看市场人真的超多的。它其实云中街现在已经变漂亮了。以前啊，我来的时候啊，云中街非常非常破旧，而且根本就是老旧宿舍的感觉。而现在真的都改得非常可爱。新春期间欢迎大家来这边走一走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然后喜欢的人记得要订阅《奇奇 Story》哦，拜。